华小姐以及国光艺校的合唱团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《千秋大爱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首歌曲是为了这一次阅兵大典所特别编写的。那么它词意的内容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希望，也象征我们国家前程似锦，直到千秋万世。是的，我们就来欣赏他们的歌唱，欢迎赵静华小姐，国光艺校合唱团。
建国80年来，我们国家经过了许多的波浪，但还是经历过来了。这全赖政府睿智的领导，以及全民团结一心努力所获胜的成果。对，因此呢，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而且我们更要同手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联手之努，众志成城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愿景。欢乐的时光总是过特别的快，那么在一首中华民国颂的歌曲之中，我们就要跟各位道晚安了。对于未来的日子，我们仍然要勇敢地去面对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对国家的千秋大爱必定能够赢得万世的荣耀。晚安，再会，晚安。